就收到一个消息，我们就要去做排架了。看这条友，这一集应该是一个劲爆的一个影片呐、啊！我真的是没有跟你们开玩笑，真的你们看我脸，真的。我叫他去催人家店，因为人的话太懒兮了，太怪懒了啊！这个人真的是弄到我们的底线了，他现在搂我们出来了，你要见我们啊，我们就去找你。这应该是我们第一次动粗的影片。老实讲，你要做花匠，我们就陪你做花匠子好了。现在我们就先过去了。现在我们已经来到那个很怪懒的地方，我们就是要去催他的店了。你先不要笑嘛，配合一下的喂。OK。应该很好奇，小杨都没有来，被他们打死了。哦，对，今天我们是来报仇啊！是啊，就是因为小杨，我们才报他这个仇的，懂吗？走，我们去看。走。现在我好奇一个点，我们讲要来催东西，来催电，结果呢？你看我们两个转鸡蛋了啊、哦！我们讲的东西不一样呢。啊？怎样搞啊？现在？他们讲要催电，等下我们来这边转熊熊，我有点不明白嘞，他们在做什么？现在，哇，过这边还要来到 K 房间的喂，我有点不舍得催啊，喂。哇。哎、欸，他这些东西不是玩玩的嘞！你看这三斤哦，这它真的是有重量的，懂吗？我跟你讲，要砸他的店真的是砸的，没有跟你开玩笑。发现什么嘛？等着我砸。先砸这个先。喏、no, ，这个我跟你讲，那没事啊，没上次这个毛病啊。现在有一个女人要发威了嘛，要发脾气哦，你看，这是真的冰豆啊喂。我们有点傻，剩下就是我们的世界了。生活中如果是很有讨厌的人，还有什么压力啊？哇！这个凶，这个凶！我跟你讲，如果什么惹到你啊，那个我跟你讲，烧你先拿烧你，你也烧你，真的是对不起，真的。哎，现在我们来为了讲要发泄，你看我们这里其实呢，还有这种给你保护的传统衣服啊、帽子啊，还有鞋子啊，还有我们这边有个高山帽啊。我们拿上铁棒就好了，因为我力度有限。你看啊，大家讲，我们该第一个艾薇抽到那个 printer 嘛，所以是可以打出去的。我们试看，把我们2021年曾经的发现发过。哇，哎，很香哎，哇，真的没有。我刚讲了什么东西？砸人的店就砸人的店。我们经历那种酸泥那种怒气哦，哎，爽哎，哇，哎，这个很发泄的这个。小人是不是？小人是不是？我帮你们报仇。哇 ，Yuki， 发泄啊 ，Yuki。哇，我自己怕。哎，这真的不可以开眼睛哎。哎，往下面砸比较好。如果你要往上面砸也是可以，你要戴好这种东西真的，因为我怕你要你会射到眼睛，很危险的。我们来做示范，穿一下这种衣服啊。哎，这个要砸哦，真的快，呼吸不到，我会死掉的。他丢我十个，十个都没有爆，不得不，他丢一口，他一弄啊，没事啊，啊啊啊。you
佛脸。怎么不开心？怎么忧郁？怎么困难？怎么难解决的？怎么不开心啊？来这边给你，就这样子。受不了！讲真的，这种感觉就像你整个人很紧哦，然后你去按摩完了，整个人很轻松。很爽，这样打羽球那种也是，你看整个汗的，我就在打羽球。也不是说这边的很热，不会，我破。在他们呢，要去看别的主题，这结结波波啊！打扰人家店，他们看别的主题。哇，这个比较什么呢？喂，加班失业考试渣女穷渣男全狗单身，你们中了，自己来，看到吗？什么都有，真的。哇，这里这么漂亮哎！啊，这灯很美，你在呢？这间真的可以。有没有吓到我？知道我，他突然一个人在那边，哎呦啊！太空主题，体验那个生孩子喽！不要让尤一别生孩子，痛苦。谁搞大鱼？对你们老婆还有你们的妈妈，真的妈妈要懂得孝顺。哎，这个是什么？摸又有茄子又有肉的，真的来了。是挑战你们的手，看你们接得住吗？对，你可以试看看。这个比较快哦。这个快，我这是在烤什么？看下面尾哦，这接不到对了。我前面看他的速度哎，你好啊，大姐姐，我要拿铁棒你。这是什么？哇，这间房很特别的，那图案很 Q 哎。你按一下就会有一个人摸出来啊。我们是硬要人顶出来。哎，我领裤有没有特别大？这边我怕收一点。Yuki， 等一下我们把推进去。我看你整个夹出来啊。来，我看 Yuki 也行。哇，那鞋子很明显。哇，你的手掌硬。我们看下一站啊。哦，那个被动到了。我给他写一张密码，给他关掉电视。他会反应的吗？被动到？对，哦，他是会整的嘛，这样子啊，对对，马斯卡拉。哎呀，我还是对这种，这个东西还是真的有重量的。妈的，我们在这里刷布哎，现在。哎喂，我们就拍 YouTube 啊。Let's go， 慢走。跟什么 Yuki？ 哇，这里真的是很多东西，应有尽有哎。你要发泄也好，你要玩的都好，这里的地方真的很美，漂亮，真的。我说可以推荐你们来。哦耶！我们讲了要来砸人家店，成功，就是这样子好啦啊！不过在JB我们这里 Austin 的有一间是真的可以让你体验蛮多很好玩的东西，一定要来，还可以发泄压力啊！那就可以发泄，可以玩那些考你反应，而且最重要还可以跟你去体验那个生孩子那种痛苦，真的。来这边玩的话，你会得到这样可爱一个熊猫，看到吗？好可爱啊！哇，手上百味啊，来到一定会有独家设计纪念的，来到一定会有给你炸，这就是我们一个江 Q 的熊猫。快点来啊，送完为止了。Yeah， 然后剩下的地主会放那边，然后那些价钱你们可以来问。我跟你讲，真的是很值得。OK 啦，所以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了啦。如果你们喜欢的话，别忘记订阅再分享，别忘记订阅。今天的这是 QK， 艾薇，还有我，我们下个影片再见。拜拜。拜。